96，南方日报广州版，张近东，实体企业 O2O 先加互联网，后互联网加互联网时代，企业都需要发烧精神。2015年7月22日8时55分广州观察 AII04 http 冒号双斜线 paper.southcn.com 斜线 nfreally 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22斜线 content 下划线7451579.html。从互联网到互联网加，虽然只多了一个符号，但无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在传统企业里都燃起了熊熊大火。苏宁云商董事长张近东近日在参加第十